是一拳不可考，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厘清。但是我只说没有错，黑人确实有动手。小飞就是这几张图，够不够清楚？这个算不算出轨？是一拳不可考，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厘清。但是我只说没有错，黑人确实有动手。旁边还有翻脚，翻翻干嘛？翻翻在旁边就大叫，他就只能大叫，他能干嘛？翻翻遇到事情就只能叫。我确实手上有这样的证据，确实有张英以外的女孩子，而且重点是，这些女孩子都是在大 S 跟汪小菲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出现的。在跟大家直播前，我跟汪小菲确实真的通过电话，我答应他一件事情，我就丢这三张照片。那后面还有没有东西呢？肯定还有啊。这张画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，汪小菲就直接把这个女孩子给搂抱住了，而且他就依靠在沙发的边边坐着。而这个画面呢的屋子，也就是汪小菲的住处，也就是汪小菲的住处。所以这些东西我相信绝对赖不掉。小飞就是这几张图，够不够清楚？明不明白？这个算不算出轨？这个到底算不算出轨？这画面我觉得真的是挺咸湿的，真的是太咸湿了。亲成这个样子，拥抱成这个样子，手都整个塞进去了。汪小菲，你真的不能告诉我说你就因为喝酒失态了，你就因为喝酒断片了。你断片，你知道女人的嘴巴在哪里？小飞哥，你应该还在线上吧？我下一期预告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要在。有你最想要知道的事情，有你最好奇的事情，有你问我但是我一直不回答你的事情。下一集预告就在这里。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不会很腻，你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这个大楼的脚正对我，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。阿哥最怕的。